大家好啊，我是大埔李家閣的 Suki 啊。我今天呢就带大家咧会睇一个海逸湾二期的地下特色花园噶，可以跟我入嚟。好啦，咁跟住咧，我哋嚟到咧个厅嘅左手边咧，咁因为佢系一个四房一套嘅单位啊嘛，咁所以咧佢呢一度咧，喺个厅嘅左手边会有一间我哋叫中房啦，系啦，个 size 系咁样嘅。嚟到走廊咧，其实右手边咧，佢会有一个客厕嘅，咁客人嘅洗手间或者系两间细房用嘅浴室啦。咁我哋跟住就會介紹翻其餘嗰三間房啦。咁行去廳右手邊，咁就會有三間房，有兩間細房，跟住有一間套房嘅，係啦。咁呢個其中嘅一間細房，咁啊呢度用第二間嘅細房，咁一模一樣大嘅。跟住就到主人房啦。主人房呢，咁我哋就会係套房嚟嘅。咁就换咗洗手间。係啦。咁佢係有跟个浴缸嘅。好啦。跟住到个房嘅 size， 完全係可以三边落床嘅。因为佢其实喺呢一度都会有一个入场衣柜位，不过佢係有个对流窗囉。其实大家是不是想知道个花园有几大呢？我们不如出去望下好不好？你看看这个单位呢，个花园会是有1201尺的，即是说个花园还大过里面的单位，其实是可以媲美这个羽毛球场的。今次跟大家介绍这个海逸湾二期的特色花园单位呢，现在是放款的，如果你们想知道个详情呢，可以联络我。